你什么时候认干妹？她自己开始先叫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你们应该没有等很久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也才刚到而已。刚到就没有表哭。对不起，今天车好多。没关系啦，不用对不起，不用对不起。这是查查，我女朋友苏颖。嗨，哇，姐姐，你的妆好漂亮哦。有吗？还好吧。有啊，哪像我啊，都不会化妆，我每天都素颜，我觉得自己长得好普哦。怎么会？你素颜的很可爱啊。你瞎了？她眼线已经画到太阳穴嘞。查查出门就只有画眼线而已啦。怎么用第一人称叫自己？你送楚瑜啊？楚瑜，楚瑜，楚瑜。哎呦，人家习惯了啦。瞧你讲话，你给我吐什么舌头？给我吐进去！你凶什么凶啊？人家查查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不懂，没有女生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哥哥，你不要怪姐姐啦，她不是故意的。你看人家多善良。你们不要问我吵架啦。哇，是茄子哎！哥哥，你今天喝真奶啊？哦，对了，跟你说，查查有去看那个灯会耶。真的吗？好看吗？超好看的，很漂亮。查查拍了很多照片哦。你看这颗灯有没有很漂亮？我看我看。你有其他张照片可以看？有啊有啊，我拍很多耶。你看这个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后面是熊熊的，还有这一张。够了，每张都你的车头灯，都看你就好啦。好好，你个头啊，在那边给我看什么东西啊？我这送够你。你们不要打架啦。其实我对自己胖胖的身材一直很没有自信。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尤其是这里。我要捏爆他！干什么东西？人家需要鼓励的，凶不凶啊？所以查查，你灯会还有看到什么吗？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查查还有排队去抢护卫灯，终于买到了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哇，那你排队一定排很久吧？排超久的，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摸摸，然后就会想到你。想到哪里？想到哥哥属虎啊！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不许你走！茶茶还没有吃完。没关系啦，你们先走，我不重要。你看看你，人家查查被你欺负都不在意，要走你先走。哥哥，你快点去安慰姐姐，都是我的错了。好。哥哥，你晚点要干嘛？打副本喽。真假的？你打什么副本？英雄联盟哦。我有在玩呢。真假的？可是查查都不会玩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啊。不行啦，人家这样会拖累你耶。查查是魔法系的，只能帮你充血。好啊。好什么？充血啊？不，补血。讲错了，好害羞啊。哦，对了，嘎嘎，我现在在外面自己住屋哦，欢迎嘎嘎随时来玩。再晚都没有关系。我有关系，你这个绿茶婊！老娘不发飙，你以为没人看不出你的真面目吗？啊，在男人面前装清纯可爱，但却把他们当白痴耍，装柔弱、装委屈，你最会让别人误会。像我们这种坦荡的女人，总是在欺负你，其实你才是把别人踩在脚底下霸凌的婊子吧！姐姐，你吓到我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我了。你干什么凶他？他都哭了，没有眼泪。你们男生到
C 为什么会看不出来啊？这种女生明明就做作到不行，你们为什么还会心动啊？男人们醒醒吧，不要把做作当可爱，顶撞后尘那样说素颜，你们也信？分不清楚谁是绿茶，听你老婆和女友的就对了。快分享给你老公男友看。